右手胳膊抬起来的时候痛了，右手胳膊抬起来的时候痛了，我看到这个高压输电线的塔，高压输电线的塔，然后病情啊想把它，抬到天上去，把它抬到天上，举在天上，如果发生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就抬高点，就一直举着啊。他有这个打算啊，有这个打算，有这个打算的时候，现在胳膊一直举着，一直举着的时候举着算了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